彩典礼灌溉云集，除了政商名流出席，还有刚卸任的前总统蔡英文也罕见现身。原来嘉义市区又有一家新的饭店开幕，不过这间饭店一度是当地的烂尾楼，花了约十年，而且换人接手新建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新地标，甚至还被誉为嘉义101。从一开始拆掉，然后光是打灯光，光是在整个在盖的过程当中，都是嘉义地区甚至多人大家所关注。新的饭店除了外形特殊、功能性齐全，还能远眺阿里山，加上附近景点林立，如今更搭上即将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深铁，以及嘉义县的科技园区规划，也让未来都市发展的进程又迈向新的里程碑。TVBS 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